七点四十五分了，朋友们，四月二十五号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台湾翻译成马克红哈,哈，甭管叫马克龙还是叫马克红啊，他赢了啊，他赢了，赢得连任啊，得票率啊，他的得票数是占总票数的有效票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啊，基本上这算民意了吧，五十八点二。 是吧？将近六成，那他看来，他代他代表主流民意是吧？主流民意啊，接着再干吧。法国是五年，法国是五年啊。台湾呀，美国呀，都是四年啊，他是五年。这个勒庞承认败选了啊，勒庞，勒庞是右翼，右翼，有人说他是极右翼啊。 勒庞好像继承的是他爷爷还是他父亲的政治上的衣钵啊，是吧？他叫玛丽·勒庞吧？啊，有人说至少阻挡了勒庞这个傻缺儿，傻缺儿啊，说勒庞是个傻缺儿啊，傻缺儿啊，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啊，也有人说他们都是一伙的，说极左极右都是人类的灾难。 啊，有人说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文明社会、民主国家都不会允许支持独裁和侵略战争的人当选国家领袖。啊，他说的是这个勒庞好像是支持普京的啊，那这可不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行啊。有人说原来是有一个更糟糕的在那儿比着两个烂苹果，你只能选一个比较不烂的。 是吧？两个两个，一个是笨蛋，一个是坏蛋。那你只能选那个笨蛋，你不能选那个坏蛋啊！有人说这个勒庞啊，这个女的，就是见了普京会排卵的那种啊。说那些这阵子支持俄毛军老毛子俄罗斯啊入侵乌克兰，法国大选前。 又自信勒庞会赢得大选，进而盘算着如何打烂欧盟、退出北约的所谓的“川粉”的保守主义者，是不是又要怀疑法国的选票机作弊了呢？如果普京没有入侵乌克兰，我会坚定的支持勒庞同学的，啊。 应该是普京坏了勒庞的理想，让那个喜欢装逼的马克龙占了便宜。啊，有人说本来觉得法国有希望了，可突然发现这个娘们居然是支持普京的。啊，除非法国人的脑子让驴给踢漏了，踢漏了瓢了，是吧？然后又掉粪坑里泡了一下。 脑子里边进了很多屎，否则他是必死无疑。如果法国的老百姓还选他，那法国真的可以从地球上被抹去了，因为可以直接并入俄罗斯的版图了，成为俄罗斯的另一块飞地了。有人说上次法国大选他没有被选上，我觉得非常遗憾。 认为法国人很蠢，本次大选一看到他的主张，令人非常的反感。宁肯啊，宁愿希望那个不成器的马克龙选上，法国人还算是明智的啊。法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不像美国只有两个候选人，不是 A 就是 B。可是很多美国的华人川粉华川粉认不清形势。 啊，就因为泽穆尔被称为法国的川普，就笃信他一定会赢。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进入第二轮，都不太可能赢得中间派，包括中左和中右。可是很多华川粉就是认不清这一点，所以泽穆尔第一轮输了以后，又开始坚信勒庞是救世主，认为勒庞一定会赢。 让人看了非常的失望。有人说啊，你对欧洲冷战史所知太匮乏了。在七十年代，欧洲的法国跟苏联啊，就是莫斯科、俄罗斯啊的屁眼交易，你了解多少啊？为什么苏联境内出现了法国资本援建的现代化的农庄？为什么？ 法国坦克的火炮技术来源于苏联，法国人至少不是太蠢吧？两坨屎选择了不是太臭的那一坨，说将就着吃吧，那坨不是太臭的，不然会饿肚子了。马克龙确实烂，但总比勒庞强，勒庞。 要是当选啊，前脚退出北约，后脚就亲赴克里姆林宫，啊，用舌头给普京按摩前列腺了啊，按摩前列腺了。说好了，这回法国可以提供武器全面支援乌克兰了，乌克兰可以松一口气了。啊，不过有人说勒庞啊也超过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这已经很夸张了。 法国民众暗中支持马克龙，打败亲普京的女魔头，这下子乌克兰早晚就入欧盟了啊，就成定局了。说又是一个矬子里边拔将军，啊，是吧？现在全球都到了选不出一个正行人，就是一个正经人、有能力的、各方面都德才兼备的人当总统的时候了。 全球化的时代，精英都去挣钱了，没人对政界感兴趣了。国际局势还得看带头大哥，大哥英国的，还得看英国老大哥的。虽然不喜欢马克龙，但二选一还是马克龙，选个傻子都比选个疯子好。虽然马克龙。 烂烂的，比较烂啊！但是如果是勒庞当选，法国就更烂了。好在那个娘们儿没当选，要不然天下又得大乱。法国人还是保持了理智，两害相权择其轻啊。有人说这是预料中的结果，两个烂苹果总算挑出一个比较不烂的了。这都是我的那种，呃，观点啊。 法国如果继续左倾堕落，继续的黑化绿化，是吧？就是黑人多，然后伊斯兰多，那就法国可能就没救了。嗯，也有的说马克龙不把法国干死，他不偿命。法国有人说成功避免了德国一九三三年的悲剧，一九三三年就是选出了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后来就走向战争了。 不过法国人跟德国人不一样，法国人不会是吧穷兵黩武的那不会。啊，说勒庞这个二逼要是当选了，那就是二逼太多了 <coughs>。然后说，就凭马克龙曾经当街被一个男子扇耳光，哎，我见过，对，马克龙见一堆人在那儿，还以为欢迎他呢，过去一个男的。 扇他一嘴巴，当然被保镖制服了。后来可能也进监狱了吧，具体不清楚。啊，他可以再干五年，是吧？试想，你试着想一想，这事儿如果发生在朝鲜和中国，所谓的东朝鲜、西朝鲜，这事儿会会发生吗？对吧？有人说，总体来说是好事儿，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人。啊，有人说了，马克龙连任不重要。 重要的是，勒庞这个俄粉不能上台。啊，普京的入侵成就了马克龙。有人说，欧元会继续贬值。法国是两个烂柿子，马克龙比勒庞稍微好一点儿。 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有人说这个勒庞这个女的是支持亲共的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所以她输了是必然的。 啊，如果这个勒庞真的是这种主张，那是挺差劲的啊！这个勒庞啊，说勒庞是个假右派，假右派啊，也有人说法国自古就出傻逼，<laughs> 法国没人了啊啊！也有人说有美国的选举猫腻做榜样，很难说这些选举就是干净的。 完犊子了！法国有人说啊，主要是对手更不靠谱啊。说马克龙，你又继续和你又继续可以跟你的普京普大的通电话了，保电话粥了啊。有人说勒庞是个垃圾啊。说太好了，说要真的让勒庞那个极右上台，法国就毁了。 说这都是内定的，内定的都是中国那种理论哈，有什么意外吗？啊，说我现在强烈怀疑西方的所谓选举是不是都是真的。 法国人就喜欢这一口你没办法啊！就像韩国人的矫情，中国人的奴性，日本人的谦虚，啊，没办法。那个亲俄亲中的勒庞是个疯女人，她上台只会更糟。 啊，也有人说啊，西方要完蛋了，欧洲要完蛋了啊！有人说，我觉得是对手太差了，我觉得都是马克龙雇的啊，花钱雇勒庞当的托儿，说感谢普京替他间接拉的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啊，就矬子里拔将军啊！说将就吧，将就吧，法国也出不了啥好玩意儿了。